截止到目前，十二组参赛选手已经完成比赛。王红和搭档邹淑泉凭借不俗的实力，暂时占据着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本期节目中又有四组选手即将登台参赛，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我叫傅俊明，我唱一段《回杯记》选段，乐队老师，请。张廷秀啊，未曾说话，山大一公啊，口尊上王府小姐，你要细听啊，你休当我是花儿乞丐呀，我本是你的二哥，转回家中啊，我问声岳父岳母，二老人家可都好啊，二妹你的身体呀，可都安呐，不错啊，就是你，就是你，这也算是单出头了。一个人能把这一段完成的这么好，就是很不错啊。请评委打分，95.0分，谢谢。94.5分，谢谢。95.5分，谢谢。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把艰险又出发，又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那个，说实话啊，你这歌唱的吧，那个气氛挺好的，但是你没有二人转唱的板儿那么准。节奏跑的，谢谢，跑的多点啊，但是还挺好听的，请评委打分，93.6分，谢谢。92.5分，谢谢。93.0分，谢谢董老师。傅俊明的舞台表现使十强榜单又一次发生变化，他获得了564.1分的成绩，暂时排在榜单末位的胡凤莲遗憾出局。接下来将要上场的选手会有怎样的表现？一起期待。老妈妈你好，老妈妈。哎，你好，挺好的。听您82了。82了，还能唱动呢？能唱动，现在嗓子我看比那几年还好了呢。比以前还好了啊。因为我不停地唱。嗯。为啥不停呢？嗯、咱们这我们这个有些个老姐妹老哥们爱文艺的都想上总动员，但是他这板调不行啊，板板调就得有人教啊。对。完了我就分个人多时我就说义务培训班，谁来一分钱不要，赶上饭吃饭，赶上水喝水，完了是不乐走的还就住。您这种教学生啊，这种免费啊、哎、这种义务啊，把这种二人转的传承的话、嗯、你打算继续做下去呗？继续做，多做不动拉倒啊。妈妈您太棒了、哎、给您加油。正戏是双锁山，才艺是龙凤配的选段评戏，开始吧。哎，谢谢。
了马，丫鬟抬过到绣笼，小姐马上我传将令，斋主今日啊要点兵，点前营我点后营，点左营点右营，点中央还有一座老营啊，刘小姐大兵点了五千整，头成兵从拍手的迎风摆队，二成兵啊二运风啊晃人眼睛，三成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成兵四棱剑剑放光明，五成兵五花棒棒沉力猛，六成兵六六星百步落空，七成兵啊七星眼杀人见血，八成兵那个八宝弓弓射凋零，九成兵那个绊马索啊拿人落马，十成兵挂战壕捆将捉兵，这正是一口刀二刃锋三股叉剪四棱五花棒六六星七星剪八里弓九里锁十里城，听我拿往回返，十成兵十成大兵赛猛虎，九声炮响鬼三年经，八方哎的硬空客七星阵里斗威风，六路长枪赛怪蟒啊，五花袍上西游团龙啊，是马柴岛阳关柳三军靠岛，陆鹏松练两臂抱马来回抱，一杆大旗托在空啊。好，很棒啊、哦、其实您这个风采真的是就像那个佘太君挂帅似的，真的太精神了，太威风了，给你点赞啊、哦、那个这段正戏很棒，请评委打分。98.0分，98.0分，97.8分，有小王我用木沙聆听那个抓周二把女骄傲啊，进化烟火两边带，二带到八宝海棠花，柳叶弯眉翻八字，葡萄花的杏眼碎两娃，上身穿着白汗褂，八副罗裙儿啊啊啊啊啊啊就在腰中扎，单等风摆罗裙动，露出来瘦小的金莲莲呐啊啊啊啊啊啊二乘七八。评戏小王打鸟，那个这个韵味非常的十足啊、哦、而且表演细腻，有那个咱看见苗眉了，那个戏表现的都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小王他是一个王子，那个演出了这种王者的风范，很好，那个请评委给打分。评委老师认为82岁高龄的李淑珍韵味十足，表演细腻，他将获得怎样的成绩呢？广告过后马上揭晓。那个请评委给打分。97.8分，97.0分，96.5分。二人转老顽童李淑珍结束比赛后获得了585.1分的成绩，进入到了十强榜单中，与此同时排在末位的傅东亮则遗憾被淘汰，榜单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评委老师好，小蜜蜂乐队好啊，开始吧。
条线呀，那边草也有绿来也有黄啊，花要是谢了结苞子儿，草要衰败来成还阳啊，恨苍天咋不睡呀，哎呀人心怨呐，哎哎哎呀，咋不叫花常开月常圆，人儿不老草儿啊常发啊，你俩唱的板调吧什么都可以，但是那个下装有点脱板，就是一唱的时候那个吹杨杨一进花园啊，哎呀应该板一落就该留神观看呐，但你都是板过半甩子你再张嘴那就是掉板了，还整体还是不错的，请评委打分，93.8分，老师，93.9分，谢谢老师，93.0分，谢谢周老师。为救你啊，你家园谁好
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和的这个才艺，这比前面那个戏状态精气神都好了很多。谢谢老师。好了很多，嗯，还是不错的啊。请评委打分。95.0分。谢谢小豆豆老师。94.8分。郑老师。94.8分。谢谢董老师。郭淑梅、徐艳芬两轮比赛结束后获得了565.3分的成绩，此时散居末位的裴国军、杜丽华遗憾被淘汰，二人无缘十强。十强榜单在持续变化中，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你俩搭档多久了？这是几天啊？三天啊。以前怎么不搭档呢？都有工作。我是干理发的。我今天呢就为了比赛进十强，我把这个理发的活已经推了两天。哎呀，钱我都不认可挣了。这两天就耽误赚不少钱呢。是。那也不赚了，不心疼。真不心疼啊！只要我唱二人转，我高兴就行，不在乎钱多少了。啊，那你这边呢？认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吧。原先也会点啊。所以今天就来了。所以今天来的，来完之后还进了二十强了。那说进了二十强了，心里可高兴了。对，还得奔着十强准备呗，是不是？十强，给你们加油，好不好？加油！好。来，对着所有观众，一二三，加油！加油！我叫李春莲。我叫沈海花。我们俩参赛的正戏是《西厢观花》。
我们这个下庄，我觉得的话，你一出来以后第一句唱，你就给，因为他你扮演的是小红娘，你不是扮演的是张生啊，你一转身你就给他一个感觉，哎，小手儿一打，他不就是小红娘的感觉了吗？你就会更自如、更漂亮、更美了，挺好的啊。